同房委會結嘅緣咧，而家今天睇翻轉頭咧，有四分之一個世紀。我係1992年就加入房委會當時轄下嘅管理及行動小組委員會，咁呢個係歷史嚟噶啦。MOC 嘅年代咧，其實咧就比今天嘅資助房屋小組咧，係更加熱鬧嘅。熱鬧意思係咩咧？就逢開會咧，就必有抗議成員。而當時嘅傳統咧，就唔係單係由主席去攞接信嘅，就所有委員啊，總之翻到嚟開會咧，就落去。咁所以嗰陣時嘅場面就比較更加熱鬧。同埋當時嘅請願示威咧，我相信嘅力度咧，應該係比今天更勁、更盛嘅嚇。亦都試過發生咧，係有示威嘅團體民眾衝入呢、這個。房委會總部，我哋今日喺社會上好多人就覺得公屋輪候太長啦，因為我哋而家嘅平均輪候時間即係一般申請者咧就係4.6年啊。我記得我初入房委會嘅年代咧，當時嘅平均時間咧係呢個時間一倍或以上，嗰陣時動不動咧就係9年、10年甚至更長嘅時間。當時是沒有園區安置的。